心里呢总是打不开。为什么心打不开呢？忧郁啊，真忧愁，真担心啊。天下灾难偏多，天灾人祸加上啊疫情，这都是呢让我真担心啊。这里真多的大的国家啦，都是这样的红彤彤的。本来呀，过去英国一群学者的预测，2050年才会这样的红，但是呢，现在才2022年，就已经呢，整个都红彤彤的。真快，看看火烧森林呐、啊！这都是呢，地球是一粒，那赶快一片天，大地啦、啊、是连在一起，这样的，我们能不忧心吗？很担心。所以这样的气候呢，那样的大地啊，怎么不影响气候呢？所以啊，干旱、五谷杂粮一定呢会欠收。所以现在啦，连粮食都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但是现在呢，就俄乌战争，它的农作物啊，这是供应给世界的，那如何耕种，如何出口？所以现在联合国开始在很重视这一件，期待呢能打开啦运送出去之门。这总是呢天下人呐、啊、天下事啊、天下的生态呀、啊，我们不能不关心啊，关心又奈何啊，时常都哈、啊、无奈呀、啊，所以很担忧啊，担忧又奈何啦，唯有呢呼吁，赶快来呼唤呐、啊，非说不可啊！人人要发起爱心，要尊重生命。呼吁人人如数，这是很重要。少杀，不要吃众生肉。我们提倡五谷杂粮，让它丰收。我们人生的生命营养的来源，不是在动物的身上，动物也是肮脏的啦。佛陀教导我们，人类观身不净，人呐、啊，天天自我治理、沐浴啊，佛陀都还说不干净，何况呢？所有的动物，它们的生态干净吗？是很不干净。人呐、啊，总是呢，把那样不干净的动物，偏要
杀他、吃他，造成了我们的身体那病毒啦，这个人畜共同，所以呢，惹来了食物链，也是呢一种病源呐。总而言之呢，不要杀它。kan binatang ada keluarga kan, kalau anaknya dipotong ayah ibunya kan cari dia juga anaknya, jadi kasihan gitu. Aku ada paspor VG bagi-bagi teman-teman, jadi aku bilang setiap hari dibintangin kalau makan VG. Banyak teman-teman yang sudah ikut aksinya Jennifer ini? 10 orang. 10 orang yang? Yang bervegetarian atau mengambil paspor VG. Mau mengajak teman untuk bervegetarian karena bisa melindungi bumi, menjaga kesehatan, melindungi hewan-hewan. 看看印尼那小小的小女孩，从小到现在影响了周遭的人，看功德多大呀。印尼我真的很感恩也很感动，印尼呢宗教啦，回教人数极多啦，回教他也是在那里把慈济的精神带进去。慈济人在印尼啦，我前天跟他们连线啦，我好感动呢。印尼慈济医院他们呢也是天天看人间菩提，还有中午的祈祷，他们同样也是这样，院长陪伴带动前院同仁，这都是每一天两次，院长听了跟大家在分享，最后叫我如何不感动啊，那样的相信信为道人功德母，他相信了师父说的话，身体力行，听好话听进去了，那身体力行真正的去做了，行动了，医院盖起来了，有志一同的医护人员都是有志一同，大家一起来经营这一个医院，各单位都是那样的如规如矩，他们都是呢行善不间断，一个个铜板总是呢天天储蓄在竹筒里，没有间断的啦，呼吁病人，也同时大家人发善心呐，医护病患都是呢身体力行，实在是哦很令人感动。院长也带着同仁去做环保，这样的分类等等啊，以身作则，你叫我如何不祝福啊？叫我如何不感动啊？他们是这样，这是印尼，他们呢，慈善救地取材，印尼呢，他。
他们的斋戒业，普及的发放，已经呢十几万户，这就是看医疗慈善人文，天天就这样，你叫我如何不感动？叫我如何不祝福？所以，若要做一项代志，就讲，哎，师父祝福，阮就开始做。是啊，他们所做的呢，叫我如何不祝福呢？他们所做的都是利益，利益人间。